哎，三弟啊，走啊，开会去啊，开会去啊，开会啊，开什么会啊？今儿还开会？哎，你别着急啊，听我告诉你啊。你甭告诉我，什么会今儿我也不开。听我跟你说呀、啊，今天这个会啊，同志们，今天的晚会上，还有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曲艺团的马三弟、张庆生为我们表演相声《开会迷》。原来是开这个会啊！啊，你怎么对开会这么大的意见？当然是意见不小了。怎么？开会都开怕了？哦，我搞的对象啊，差点吹了。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。怎么？好几个月没见了？开会开的？这没听说过。能天天开会吗？嗨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这位主任呢，外号叫开会迷。哎啊！开会都开成迷了，可不是吗？哦，我跟我爱人呢，工作都很忙，嗯，就是老见不着。哦，前两个多月，费了挺大的事啊，用电话联系好了，嗯，哎，这总算是啊，见着了，开会了。这怎么那么巧呢？我跟我爱人打电话联系好了。哦，我们定位啊是星期日早晨九点，在西郊公园老虎山那儿见面。哦，定好了。星期六的晚上，我早早的我就睡觉。嗯嗯，我被闹钟啊上好了弦。哦，睡得早晨七点半，就听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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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怎么了？闹钟响了。哦，我起来是漱口洗脸擦皮鞋，推着我的自行车。嗯，刚要开大门，就听，梆梆梆，梆梆梆，开门。谁呀？开开门一瞧啊，通信员老王。哦，老王瞧见我，走。我上哪儿啊？开会。我今儿是星期日啊。哎，不是星期日还不着急呢。你瞧，我开什么会啊？业余话剧团的会儿。哟，怎么话剧团开会也找你啊？嗨，您不知道，我们这位主任呢，啊，他兼职啊是话剧团的团长。嗯，我兼职啊话剧团的秘书。嗯，那是得有你。我说老王啊，我跟我爱人好几个月没见面了，我今儿请假行不行啊？嗯，啊，请假可不行，开会是公事，你这是私事，不能为私事打乱公事。走。好嘛，你想走吧。哎，跟他去吧。到了话剧团呢，都九点了，人都到齐了。哪儿啊，一人也没来。哟，就是开会迷一人那儿坐着呢。那你也走吧。走不了了。怎么？开会迷堵门那儿一坐，虚进不虚出。都十点半了啊，人才到齐。是啊，开会迷说，同志们，开会吧。我一想，有什么事呢？干嘛非得大礼拜的开会啊？那一定啊有重要的事情。什么重要？买脸盆。买脸盆？话剧团呢要买两个脸盆，这也值当开会嘛。要不怎么叫开会迷呢？他就爱开会。是啊，开会迷往桌那一站，同志们，今天我们要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。首先我们要统一思想，统一步骤地为了根本解决话剧团脸盆的问题而努力。这简直挨不上。同志们，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，好嘛，在那个时候人们是不会演戏的，更谈不到有什么话剧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也发生不了当前的话剧团所存在的脸盆的问题。这都哪儿的事情？这是很显然的呀，我们演戏一定要扮戏了，扮戏必须要化妆，化妆必须要卸妆，卸妆是为洗掉它。我们为了洗掉它，必须要用个脸盆。废话，真是。我希望
大家，本着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的精神，进行讨论。好，那大伙儿就讨论吧。谁讨论呢？一个说话的也没有。是啊，等了俩多钟头啊，啊，还是一个发言的没有。哎呦，开会民意瞧，好，散会，休息一分钟，继续讨论。我一想啊，今儿这会算没完了。嘿，我们这位主任呢，净开着无谓的会。净什么会啊？买个篮球也得开个会。嗨，买盒粉笔也开个会。你啊，吃饭聚餐用什么菜也开个会。呵，我跟我外人订会了好几次，都没见着。是啊，全让开会给搅了。你瞧，我一瞧，开会民今儿这精神还不小。哦，准是没完呢。嗯，趁这机会我就出来了。哦。骑上我自行车，我走吧。上哪儿？奔西郊公园啊，找我爱人去。哦，跑到老虎山呢，我一瞧啊，嘿，在栏杆那儿溜达呢。是啊，我过去一瞧，是你的爱人，是大老虎。你的爱人呢？走了。是啊，赶紧又给他打电话。哦，重新又联系。嗯，又跟他订过好了，下星期日早晨9点，还是西郊公园准见。这行了。到星期六的晚上啊，我想早早的睡觉。哦，我把闹钟上好弦，对好了表，我让他提前打铃。干嘛？我来个笨鸟先飞，我早早走，我躲开会。好主意。睡到半夜就听哗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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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几点了？整4点半。那太早了。早点早点吧。哦，我到公园等他去。好主意。我擦擦脸，推着自行车，开开大门，我一瞧，一人没有。嘿，嘿，我这个乐呀。嗯，我心说，老王啊，老王啊，我瞧你今儿哪儿找我去。好，骑上自行车，刚一出胡同，黑乎乎的，对面来辆自行车。哦，往旁边一躲，咔嚓撞上了。哎，全趴下了。哎呦，那个人正嚷了，这怎么着，这你这怎么着，你这人，你这哟呵，原来是你呀。走。还是他呀？还会好。哎，我说老王，你怎么半夜就来找我来了？哎，不是，我这个睡觉啊，我睡糊涂了，我拿这个月亮挡了太阳了。瞧这倒霉劲儿啊！我呀，二句话都没说，骑车就跑。哦，直奔西郊公园。老王也没追上我。是啊，到公园门口等我爱人。见着了吗？见着了。好啊，咱见着了，连结婚的日子都定好了。那太好了。好什么呀？结婚那天可把我气坏了。怎么？亲友们都来道喜呀。啊，嗯，主婚人、证婚人，人家也致辞讲话，说了几句话。哦哦，说请来宾致辞吧。嗯，我一瞧啊，可坏了。怎么了？我们主任来了。开会民来了。开会民往当间一站，同志们，今天我们参加这个大喜的日子，使我感到非常的兴奋和愉快。只有今天才有这样的隆重的结婚的典礼。我们想在原始共产社会。我一听啊，好嘛，他全想起来了。是啊，由早晨10点钟他就讲话啊，讲到下午2点半还讲呢。好嘛，我俩腿都站木了。哦，我坐在板凳那儿，我睡着了。嗯，我睡醒了，我睁眼一瞧啊，亲友们全走了。哦，没人了。哎，还有一个人没走。是谁呀？是我爱人。哦，他倒没走。多新鲜呢，他要再走了，剩我一人怎么结婚呢？